怎么看林卓水他指出说，如果您出访新加坡作为第一站的话，很大可能是从以美论出发，要突出自己不要做强国棋子的态度。新北市其实就是一个大城市，其实它是一个台湾的缩影，400万人口，当然有很多的城市外交，我们必须要紧密的结合。虽然这几年有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不过我们在实体跟线上，我们还是密切交往。算了，我们在整个实体跟外交，我们办了49场，那这当中有将近298个城市。跟我们做线上论坛或是实体访问，让我们的城市外交密不可分。尤其这段时间，不管是菲律宾、美国、德国，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外交上，我们都有互相的往来、互相的讨论，针对我们的 SDGs 17项指标里面如何来共好。甚至我们也在纽约的这个开箱文 VLR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。所以其实新北市就是一个台湾的缩影。其实我们跟城市的外交，从我上任以来到现在，都是积极的、密不可分，跟国际接轨以外，也可以带动国际之间大家互相学习，让新北市被国际看得到。那市长今年会规划出访的行程吗？我想面对所有的城市的外交，我们都是不断的跟所有跟我们友好的姐妹城市以外，以及我们在整个论坛后续有一些互相学习的实体的交往上，我们都会不断的往前推动。